龙虾池的这个小船，我们眼馋很久了，今天来体验一下。这船对新手很不友好啊。起不来，很高呀。一通操作终于离岸了。站着划两只脚，抖得厉害，有点慌。算了，还是请三叔来教我们划船，顺便看看是怎么给小龙虾喂食的。三叔这操作我们始料未及呀，经过多方求教后，终于有了长足进步。横着跑是可以，我们现在也可以横着跑，一直横着跑，也是可以的。这个水不深，大概40到50公分，反正没什么危险性，所以我们就敢这么练。